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参观一栋位于东谷的优质的二手房。这一栋二手房呢是2017年建的，所有屋况都很新。那它是四房三卫，2200多尺，上市价呢是728888。那这一栋房子呢，它地处的位置是非常不错的，它位于小区的一个边户。那边户呢一般占地就比较大，并且呢屋主对 landscaping 有做很多，后院花了近10000美金，那前院也种满了果树和鲜花。那这一个房子呢，它距离东谷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学校一条龙也是非常近的距离，所以说在这边无论是居家自住或者是投资出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好了，现在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